对吧？是脏腑的什么样的一个功能的失常？这是我们要对疾病做出相应的诊断，然后给他确立什么？哎，首先你要确诊，要说出这个病症的什么名称，症候的名称，对吧？哎，要确诊在哪一章，它属于脏腑的什么样的一个功能的失常，所以这是要给患者啊，或者是对疾病的一个认识，给他确诊做。就说我如何运用针灸来施治，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首先咱们根据你对疾病的诊断，判断出哪一个脏腑的功能的失常，确定了疾病的性质之后，我们要确立相应的治法。啊，比如说咱拿一个最简单的，风寒感冒，像这个季节比较多，对吧？说风寒感冒，那么大家通过询问，病人就会有发热、恶寒、头身疼痛、鼻塞、流涕、咽痒、咳嗽，对吧？所以你一问，属于风寒感冒。那么这个风寒感冒，让给大家做一个确诊，做一个治法，确立一个治法。大家说应该以什么样为治疗的大法？你要是针对针灸来确立这个治疗法则，首先咱们得。首先咱们要这样讲，这个疾病的性质是一个什么性质？寒，风寒症，表症，对吧？所以你要根据它的性质，你来确立它的法则。那么首先咱们应该怎么样？解表，首先的，因为病在外没在里，对吧？第二个呢，要根据它感邪，感什么邪？风寒之邪，所以你应该怎么样？祛风散寒。所以这就是这个风寒感冒的一个治疗的原则，解表、散寒、祛风，对吧？所以我们确立了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在这个治法的基础上，从针灸的治疗角度来看，咱们就得确立相应的什么？是不是得确立相应的处方了？我应该选择哪些穴位比较？是足少阳与阳为脉的一个交汇穴，它更善于解表祛风，对吧？所以咱们可以取风池来散风。除了风池呢，咱们说你要感冒，我就扎一针风池就好了，那太神了，对不对？那还挺吗？咱讲外观就给大家说了，为什么外观偏于解表，通于阳为脉，对吧？这都是解表。那么解表祛风，除此之外，咱们还可以用什么？对于，咱们首先说这个病在哪一脏？肺主皮毛，对吧？所以大家应该说，从它本脏这条经脉上，我们应该选择一个穴位，善于解表祛风的，那就是谁？列缺，对吧？列缺，啊，所以你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我针对这个病症，我应该选用什么穴，形成一个处方，啊，形成一个处方。那么在处方的基础上，后面咱们要给他进行针灸的治疗，啊，针灸的治疗。所以大家说，选用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好？首先实证，对吧？表实证，我用泻法。什么用泻法呢？我可以毫针刺用泻法，对不对？可以毫针刺用泻法。如果说寒邪重的，那我可以怎么样？哎，我可以针后加灸，或者是用灸法，对不对？啊，用这样的方法来给他进行治疗。所以你就确立了你的刺灸选用的方法：毫针刺用泻法，寒重加灸。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针灸治疗的方案啊。所以咱们后面对一个病症的治疗来讲也是这样，所以它要有什么理法方穴术啊，要有这五个方面，这是咱们在后面对疾病的治疗中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全过程的认识啊。好，那么后面我们看咱们书中的第一节针灸的治疗的原则啊，在治疗诊论中第一节针灸治疗原则。那么在这一节里头，实际上我们所阐述的针灸治疗原则，就是根据咱们
前面在讲豪根刺法时说到的镇静治疗原则一样，我们以前给大家引入过这两个原文，大家还记得吧？是吧？在讲豪根刺法时咱们说过啊，九针十二圆中讲虚则补之，满则泻之，欲沉则除之，邪盛则虚之啊。再有灵枢经脉篇中讲到的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极之，寒则留之，陷下则均之，不盛不虚，以筋取之。那么这些原则咱们以前给大家解释过，所以就演示了咱们书中讲到的第一，补虚泻实。那么虚症用补法，补其不足啊，所以在原则中有一个虚则补之，陷下则救之，这是咱以前都解释过的，对吧？那么泻法里呢，就有一个盛则瘀滞日久，淤积日久的，采用什么方法？四络放血疗法啊，采用这样的方法。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之前讲到的这个不盛不虚以筋取之，这以前咱们也给大家解释过啊。再有第二个就是清热温寒，对吧？清热包括热则极之，温寒包括什么？寒者留之啊。清热，那么实际上就指的什么？我们可以采用速刺急出，不如针、少如针，或者是三棱针的点刺放血，对吧？寒者再有第三个，咱们是不是讲到治病求于本啊？所以这个符合于咱们以前在讲中医诊断，甚至今后大家学中医内科中说到了咱们的针灸以及中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啊，说标本聚集，标本同治，这个以前都讲过，所以咱们在这儿呢就给大家再解释再解释啊。还有三阴治理，阴时阴地，还有什么阴人治理，这个以前都是咱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啊。那么今啊针灸的处方，那么也就是说你从临症中来看，选用针灸对疾病的治疗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处方，那么这个处方的穴位如何选取啊，也是咱们这里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穴位的选择。那么我们如何选择穴位呢？在咱们书中提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那就是进步取穴，进步取穴。那么这种进步取穴呢，主要是指选取病变所在部位局部的穴位来进行治疗。所以这种进步取穴它的理论依据来源于什么？进步取穴的理论依据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什么？是不是和咱们前面讲到的穴位治疗作用有关？咱们讲到说人体中的所有穴位都有一个什么治疗作用？局部治疗作用，对吧？所以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提出了，那么位于病变部位的穴位我们可以选用相关的，对吧？选用相关的这个穴，比如说眼睛病，那我们可以用这些，像睛明、童子疗、球后、攒足啊；鼻的病用凝香、聚疗、上清、通天等等，对吧？说我膝关节疼痛，那你就可以取膝关节周围这些，像梁丘、内外膝眼、阳陵泉、阴陵泉等等。所以这一个理论的提出是根据咱们讲到的所有的穴位都能够用于治疗穴位所致远部啊。第二个就是远部取穴啊，远部取穴。那么这种远部取穴它主要就是指什么？
哎，就是选择什么距离这个病变部位比较远的部位上的输穴来进行治疗。所以这种远部理取穴，它的理论离不开谁呀？哎，离不开经脉。所以咱们还是强调中医说到的经脉。循行是相关的，所以在这个远部取穴中，咱们一般选取的穴位，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哎，所病经脉的什么？本经的穴位。啊，所病脏腑，它所属的本经的穴位，比如说胃疼，那么大家就会想到。如果胃疼了，大家首先会想到本经，大家选谁？哎，足三里，对吧？杜甫三里留，主要为胃经的，而且是胃经的合穴，合又善于治疗什么？合穴又善于治疗六腑的病症，对吧？所以我们可以选用足三里穴。那么除了选用本经穴之外，往往我们在临床中远端取穴还要考虑谁？啊，我们还要考虑和它相表里经脉有关的穴，特别是什么穴？相表里经脉的什么穴位？络穴，对吧？因为咱们说过，络脉它从本经的络穴别出来之后，要怎么走？要走向相表里的经脉，起到一个沟通表里两经精气的作用。对吧？所以络穴治疗呢，又有本经病，又可以治疗什么？相表里经脉的对症。啊，所以那么还就胃痛来。风湿，对不对？脾经的络穴，对吧？脾经的络穴，啊，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另外啊，作为一个远端取穴，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考虑取什么经的穴呢？同名同面比较近，哎，所以它的精气能够沟通，所以往往在取穴上，咱们可以考虑选用同名经。所以作为一个胃痛，大家想一想，同名经咱们一般用谁比较好？能够达到一个止痛的作用，还应该选用合谷有一定的止痛作用，啊，所以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再往下考虑，说我远端取穴可以取谁呢？可以取一些相关经脉的，也就是说这些经脉，那么和这个脏腑。或者是跟相应的一些经脉之间，它们有相互联系的，所以就胃痛来讲，大家想想其他的经脉能够相关上的穴位，咱们可以用谁？用谁？哎，用内关。为什么？为什么用内关？咱们大家都知道，心胸内关谋，八脉交汇乏穴，通于阴维脉。啊，因为它通于阴维，所以当胃痛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内关。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在临床中，你就可以按这个思路，啊，大家就可以按这个思路，你去选取什么？哎，远端的经脉上的穴位，啊，远端上的经脉穴，那么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处方。啊，比如说胃疼，局部穴咱们取谁？中脘，你还可以加上后面的谁？相应的背腧穴，对吧？比如说胃腧、至阳，那它都离这个胃脘部是比较近的，啊，所以这些都属于局部穴，啊，而按照这个思路去取穴，这都属于一个什么远端穴？啊，所以这个远部取穴，它是和经脉的循行是相关的，啊，是相关的。
那么同样，第三个具有针对性的一些穴位，实际上这些具有针对性的穴位跟穴位的什么分不开？跟穴位的主治特点分不开，也就是说穴位的特殊治疗作用分不开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中呢，还要针对它的性质，针对疾病的表现特点，我们选取相应的具有特殊治疗作用的穴位进行治疗。比如说咱们还说胃疼，说这个胃疼是一个急性的胃痛，胃痉挛、胃绞痛，那大家在刚才咱们选取的中脘啊、三里啊、公孙、内关等等这些穴的基础上，你针对它的急性胃痛、绞痛，你加上谁啊？大家加上谁？更筋索谁更好啊？咱们有同学还说阿是穴，阿是穴属于局部取穴，对不对？选用谁更好？溪穴，对不对？溪穴善于治疗急性病，阳经溪穴善于止痛，对吗？所以大家说急性胃痛咱们加上谁？应该加哪个穴？梁丘啊。所以这样呢，你就可以三阴交、血海，还有谁？罗舒，对不对啊？如果说他这个胃痛啊，另外呢消谷善积，有胃热的现象，那你就加谁？那需要清胃热，加点清热的穴位了，那你就应该加上谁了？加上点内平，对不对啊？应该加上点内平。所以这就是咱们这样来灵活中在临床中来选择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我们说到的一个什么针灸的处方啊。所以针灸处方的形成要有这三个方面：近部取穴，根据穴位的局部治疗作用；远部取穴，根据什么经脉的循行；还有一个就是辨证对症取穴，这个主要根据什么穴位的特殊治疗，是属于针灸处方的第一个，就是关于穴位的选择啊。第二个就是配穴方法，啊，第二个就是配穴方法。那么这个配穴方法呢，就是在选穴的基础上，我们如何把一些穴位给它配伍成方啊，配伍成方，就相当于咱们方剂一样啊，由君药，还有什么？沉左尺，对吧？穴位针灸处方也是一样。那么针灸的对于穴位的配伍来讲呢，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按经脉来配穴，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按部位来配穴。所以按经脉配穴里面呢，它包括像咱们这里说到的本经配穴法，还有什么表里经配穴法，再有同理经配穴法。所以本经配穴法，大家从这上来看概念，或者说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对吧？什么是本经配穴法？就是选取所病脏腑本经的穴位来进行治疗啊，选取所病脏腑本经的穴位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咳嗽，如果我要让大家做一个本经配穴，大家可以选用什么样的穴位？列缺应该是首选，对不对？那么配穴除了这一个穴之外，你还得配上一个，配那肯定两个才能成对，才能配，对不对？甚至更多，所以不可能用一个叫选穴。那么在列缺的基础上，我配上谁呢？啊，咱们没说外观，错，为什么？本经配穴一定是它配经本经的穴位
结合。那你用外观行吗？不行。用谁？哎，咱们同学提出来尺泽，对吧？因为咱们说尺泽肺经穴、肺经合穴，而且尺泽穴偏于泻，讲过吗？哎，那么尺泽多用于治疗实证的咳嗽。如果外感咳嗽属于一个实证的，那我就可以和尺泽配合，也可以加上谁呀、啊？中府，对不对？因为肺的募穴也是手太阴肺经的穴，对不对？可以吧？但是如果说我这个咳嗽不是外感咳，出现了咳血，那你加谁呢？让你本经配孔最。如果我这个咳嗽它是一个肺气虚的咳嗽，本经取穴，你取谁？太原和谁？太原和谁配？可以用荆棘，更好呢，你就加中府啊，中府和太渊配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咱们讲前面讲穴位一个一个给大家讲的，而且呢有这个穴位之间的区别，我在讲课时也给大家提到过，所以你在掌握时候，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在临证中结合具体的病症，你才能够选好穴位啊，选好穴位。所以咱们就咳嗽来讲，咱们说可以有这些穴比较常用的，中府，对吧？尺泽、孔最、列缺。那么表里经配穴指的是什么？就是锁定脏腑本经的穴位和什么？和它相表里经脉的穴配合使用，这个叫做表里经配穴啊，表里经配穴。所以咱们还拿咳嗽说，如果说咳嗽要让你表里经配穴，大家说配谁？咱们还以一个实证的外感的咳嗽为例，本经你可以用谁？尺泽、列缺，对吧？那么相表里经脉的呢？哎，我可以考虑取谁？取它的络穴了。大肠的络穴是谁？天地。除了络穴，我说我这个咳嗽，我是否也可以取曲池？对吧？那么通过对阳明经穴位的针刺，可以防止他的病往里面怎么样传遍。特别是咱们前面讲到特定穴时，咱们讲到的一个表里经配穴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元络什么配穴，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什么是元络配穴？什么是元络配穴？就是说选取所病脏腑本经的元穴和它相表里经的络穴配合。当然在这个配的过程中，你要对疾病它的发病发展过程要做一个了解，取其先病脏腑为主，取其元，后病脏腑为客，取其络，这大家还回忆起来吧。所以这一个配穴是我们说到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什么表里经配穴啊。叫元络配穴法啊，这是属于表里经配穴啊。凡是表里两经经脉的配合使用，都叫表里经配穴。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胃疼，对吧？胃疼，我阳明胃经，我选用足三里。那么我脾经，我用三阴交，算不算表里经配穴？算不算？算。啊，都属于表里，只要是一表一里，都叫表里经配穴。那么第三个是同名经配穴啊，同名经配穴。那么同名经配穴呢，就是选择什么同名的经脉上的穴位来配合使用啊，用于治疗这个相关的病症，都属于同名经的配穴啊，都属于同名经的配穴。比如说咱们再说一个针灸科常见的那个病症，就这个患者表现为什么镜像不适，肩背的疼痛，
啊，就天自拔，毛自折，镜像不是，头不可以回。那要让你用同名经配穴，比如咱们考题就考这个同名经配穴，你取谁？小肠经咱们取谁？后溪。膀胱经呢？膀胱经取谁？昆仑。啊，这是经常配合在一起的啊，这都属于同名经配穴啊，所以这是咱们按经配，按经位配穴的。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按部位来配合选穴，按部配穴法啊。那么这个按部配穴法呢，它也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前后配穴，一个是上下配穴，一个是什么左右配穴啊。那么前后配穴，大家从这个名称上你就可以理解，前指的是哪？胸脯。后呢？背腰，也就是把位于前面的胸腹部的穴和后面的背腰部的穴位给它相互配合在一起使用，就叫前后配穴。所以大家就会想到咱们穴道特定穴中具有典型代表的一个配穴，就是咱们讲的什么，哎，枢木配穴法。啊，枢木配穴啊，比如说心悸、心慌，枢木配穴你可以选谁？心枢和谁？和巨阙。还可以用谁呢？从枢木，这都前后配穴啊，前后配穴。另外呢，除了这个，我们说所有的一前一后的穴的配合都叫前后配穴啊，都叫前后配穴。比如说我这个胃疼，我不用中脘，我用的是下脘，配上后面的治疗，属于不属于前后配穴？属于啊。所以一前一后的穴位的配合都叫前后。叫伤，腰以伤啊，这都叫伤。下指的哪？腰以下的穴。所以一上一下的穴位的配合是上下啊，上下配穴。所以大家想一想，咱们特定穴中哪一个特定穴的配合是典型的上下配穴？咱们以前讲过的典型的上下配穴，在特定穴的配合在特定穴中，哪一类的特定穴的穴位的配合是典型的上下配穴？哪一个是典型的上下配穴？咱们同学说下合穴，下合穴属于下合穴，它只是一个呀。比如说胃的下合穴足三里，胆的下合穴阳陵泉，它属于配穴吗？不属于。八会穴，八会穴是什么？气会膻中，血会膈中，它也是一个呀。哪一个？哎，八脉交会麻穴啊。八脉交会拔穴，其中的两两相配是典型的什么上下配穴啊？所以大家还记得八脉交会拔穴吗？公孙冲脉、胃肌胸、内关、阴维、下火候。对，看来大家记得不错，这是典型的上下配穴，对吧？公孙内关配合，对吧？哎，足灵气和谁配合？足灵气和哪个穴配合？还得从头背。灵气胆经阳阳阳阳阳阳阳，灵气和外关，是不是？还得说，哎，足灵气和外关配合。啊，肾脉呢？后溪。
啊，列缺，赵海，哎，这样一个配合，对吧？我们说列缺和赵海配合，在咱们临证中常用于什么病？什么病？我再这样反过来再问你，列缺和赵海的配合，常用于治疗什么？哎，喉咙啊，像所以先这个咽痒啊，慢性咽炎、梅核气啊，常用这个列缺和伤海，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上下穴。当然，除了八脉交汇拔穴，我们许多许多穴位的配合都属于上下配穴。比如说，我不说穴位啊，说这样，比如说四关穴，谁和谁配合？还记得四关穴吗？合谷和太冲，对吧？下面说的四安穴，委中和曲泽，对吧？这样的一个配合都属于什么上下配穴啊？任何一个啊，再有比如说泄泻，那我可以用曲池和足三里配合，这也属于一个什么上下配穴啊？比如像刚才咱们同学说，我开窍醒神。那用涌泉和谁配合？水沟，对吧？这就属于上下水啊，这都啊，所以这是，比如说咱们要是治疗失眠。啊，水不济火。这样的失眠，让你选择两个最好的穴位进行上下配合。大家用谁？赵海和就是以人中脉为视状线左右两侧的穴位配合使用。这个咱们在临床中是经常来这样选取的，对吧？比如这是配穴方法。那么后面呢，就是咱们书中讲到的刺激乌方法的选择，疗法的选择，啊，是你选用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啊，治疗的方法是针是灸，对吧？是拔罐还是放血，啊，那样需要根据病症的表现来选择。那么操作方法的选择，啊，是补是泻，对吧？啊，这些啊，再有呢，治疗时机的选择。这个主要是根据病情，是不是看这个疾病发病有规律，对吧？有周期性，那么我可以在发病前啊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像痛经，说痛经什么时候针刺好？经期前十天到一周，哎，这个范围之内适当的治疗的时机等等啊，这些我们就不再做重点的介绍，大家自己看一下书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讲到治疗总论。